就属我们这榨油房出的油是最香的，都在外面抢着要呢。再说咱这新街摊的姐妹就靠点香油卖点钱贴补一下日常花费。哎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姐，我这活一干完可就见不着你了。哎，可是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行行行，我就把我的故事呀给你讲完吧。啊，我被关进望福楼10天以后，的哥就知道了。不知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了的哥，他连夜就从省城赶回了桃花坞。的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嫂子呢？她现在人在哪？是不是你听说什么了？我听什么你别管，他现在在哪？这事儿你不用管，还没吃饭吧？哥给你做去啊。他在哪儿？他因为想离开这个家，就被关进了望福楼。哥，你疯了！他是人，他不是牲畜，更不是你买牛马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对他？别闹了！村里人对你和他本来就有议论。别再给我添乱了。怎么？难道你也不相信我们？丁哥，丁哥，丁哥，站住！谁胡来？她是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，你却像牲口一样把她关起来，你还算个男人？你还算个丈夫吗？可她违反族规族律，就该受到惩罚。什么族规族律的，还不是害人坑人那一套？族规族律你也敢骂？你翻天了吗？我就是要翻天！站住！想想你这么做的后果。什么后果我都不怕啊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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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疯！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啊！弟哥，我帮你抹吧。用不着。弟哥，吃饭。青女，
怎么变这个样子？快先叫点东西。吃不下。 他们要关你多久？也许一年，也许10年，也许一辈子。不，不，你要马上离开这儿，要不然就毁了。其实我就不应该生下来，这都是天命。 什么天命？还不是那该死的封建势力把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！不能向命运低头啊！跟我走吧。天下的乌鸦都一般黑，去哪儿不都是这个命吗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难道你一点都不相信我吗？啊！你别胡闹了。 就是个丧门星，我不想多累你。不，我这可不是胡闹。这次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你带走。景哥，你走吧。你要是真对我好，你就应该好好读书，将来有个初心。 嫂子脸上也有光，到时候人都没了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就心甘情愿在这儿关一辈子吗？啊！你只要是我谢天哥的老婆，我就每天折磨你。只要活，还不如死呢。你连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 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跟我走吧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管得住你，真正关得住你的人只有你自己啊，嫂子。嫂子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你要是不走，哪儿也就不去了。嫂子，跟我走吧。 先吃点东西，啊，快！记住，半夜子时，我来接你。记住，半夜子时，我来接你。
老爷，老爷，你不好了，谢帝哥来了。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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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修饰的东西，滚出来！你哥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，快走！我没做亏心事，我怕什么？谢氏家族竟出此败类，真是大不幸啊！亏他还是个读书人呢，竟敢跟嫂子私通，你一廉耻都不要了，就是该死。众目睽睽，奸夫淫妇已被捉拿，应该立刻乱棍打死。身为谢氏家族的长辈，理应大义灭亲，否则的话，谢氏家族绝不容你。我给大家跪下了，千错万错，是我谢天哥的错，我不该娶了那个妖女。谢帝哥他年幼无知啊，大家饶了他吧。你还姓谢吗？难道你要让全族的人朝你脸上吐唾沫吗？难道你让你父母的灵位从谢氏祠堂被扔出去吗？难道你真要做一个不义不孝之人吗？不，是我不对，这个谢帝哥没什么关系。要死，也是我替他去死。谢王，哥，你起来，你站起来，哥，你站起来。你站起来，哥，死不足惜，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气啊，哥。哥，咱不求他吧，啊，哥，咱不求他吧。今天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告诉你们，现在都是民国，动用私刑照样是要犯法的。混蛋！啊，你还算硬啊？快，快，向组长认个错啊！叔叔婶婶们，再原谅你一次啊！快，快啊！向这帮男盗女娼、混账无知的人求情，非杀了我！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把这个逆子乱棍打死！弟兄们，站！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你哥！我以后听你的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用妖术迷惑本族长？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！族长，族长，求你，族长！杀啊！滚！谢天哥，你敢大逆不道！我问你，按照谢氏的家规，哥哥要是不在了，弟弟能不能娶嫂子？谢氏家族历来的规矩，哥哥要是不在了，嫂子可以下嫁小叔子，这也是为了延续谢氏家族的香火，对不对？
对不对？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哥哥无能啊，只好这样了。记住，将来对你嫂子好一点。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比我有出息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我就是到了阴间，见到咱爹妈，我也好有个交代。行，这下你该高兴了吧？谢天哥把谢帝哥给杀了，收尸去了。